首先呢，整个过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。先生你好，可以借用一下你的右手。好，你有没有洗手啊？我把硬币放在你的手上，还给摄像机看一下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，让我来说明一下。这三个硬币会一枚接着一枚的从桌子的上面穿透到下面去，穿过去。仔细看，来手过来一点。好，第一枚硬币，穿过去的。这个事情呢相当的不可思议。哪里不可思议呢？没有掌声最不可思议。你的手上还剩两枚硬币，来帮我把这个丢到碗里。太完美了，好，手上两枚，碗里一枚，从这个位置，第二枚会比较快一点，大家别眨眼睛。哇，这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个。董卿小姐。啊。从你的眼神里面呢，我看到了一点怀疑。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，你心里在想呢，这个黑色的桌垫看起来非常的可疑，硬币穿过去呢，我想多半跟这个桌垫有关系。你是这么认为的对吗？请说对。对，谢谢。好的，由于董卿小姐的怀疑呢，接下来我把这个黑色的桌垫拿掉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硬币呢还能够穿过这个桌子，那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从这个位置仔细看，穿过去。你们看着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董卿小姐啊，从你的眼神当中呢，我又再度的看到了怀疑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刘谦呐，硬币虽然穿过了个桌子，但是在穿过去那一瞬间呢，你的手是挡住的。我猜你的手掌心呢，一定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古怪。您心中是这么认为的，对吗？请说对。对。是。好的，由于董卿小姐心中的怀疑呢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做一个更特别的挑战。我让硬币直接穿过这个有机玻璃，而我的手完全不用遮盖它。各位，眼睁睁看着它穿过去。而且不但如此。我让你指定硬币从哪个地方穿过去，你指一个点出来。我这个中间这里吗？对。好，来，我把硬币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右边、中间、左边，你希望哪个硬币穿过去？中间吧。中间。好，朋友们不要眨眼睛，这个硬币对吗？对。相信我的眼睛，我怀疑。我还没问呢。你没有问，但是我知道你会这么问的，请说对的。对对。我真的怀疑。其实通常的魔术表演到这边呢也就结束了，但今天我要多加一段。多加一段之前呢，我要请两位再度的确认一下。来，我们请摄像师特写一下，非常坚硬的有机玻璃，敲敲看，坚固，敲敲看，坚固，好。再次借用一下你的右手，好，谢谢。你到底有没有在洗手啊？好，我把硬币再次放到你的手上，请你把手呢放在桌子的下方，大概这个位置。好，请您维持这个姿势不要动，太完美了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董卿小姐，这个是纸巾，对，我用这个纸巾呢摩擦这个有机玻璃，像这个样子，有机玻璃会发生变化，你知道什么变化吗？不知道。
会变干净。除了变干净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它会变得有一点柔软，这个位置。朋友们，今天最后一个表演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会抓钱了，可惜抓的是自己的钱。再次感谢刘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精彩表演。